现在是高科技时代，嗯，尤其是医学科学。听您这个谈话呀，您对于医学上还有相当的研究。干嘛有相当研究？嗯，我就是个医生。哦，您是个大夫？哎，没错。您是内科、外科？我是特别科。特别科？哎，治什么病啊？专治霉症。霉？哦，煤气中毒？不是。没有的煤，就是没这个没那个那煤。煤哪个呀？有50多种了。您具体谈一谈。一治煤根基。煤根基？嗯。哦，说这个人的言语和行动无光彩。对了，没有光彩的言行。对对啊，一治煤根基。嗯，没品性。是。没良心，没后生，没人味，没德行，没材料，没准性，没廉耻，没谦恭，没拿手，没把柄，没针尖，没侧隐，没身份，没尺寸，没通用，没活变，没恩典，没情面，没教育，没出息，没心胸，没志气，没亲戚，没朋友，没家里，没外头，没耐烦，没好脸，没血线，没心眼，没大小，没针钱，没钱找钱，没事找事，没话找话，没理找理，没缝下区，一切的没上没下，没大没小，没囊没气，没心没肺，没皮没脸，没有准爸爸等等进阶之师。这都什么病啊？哦，那么得这个病吃什么药呢？吃伸腿瞪眼丸。不是啊，吃完了一伸腿瞪眼人完了。哎，病就完了。人呢？人就好了。用什么药引子呀？奇力樟脑球，两包耗子药，用脊椎位送下。我都没听说过。哦，嗯，请问啊，您在哪个医院服务啊？我不给别人打工。我自己开个医院。哦哦哦，嗯嗯，院址都现在院址选好了啊，这个房子也盖好了，是是是，就是有一部分设备没有进来。哦，啊、嗯哦，很快就要开业了。好好好，过那开业典礼，我给您发请柬。谢谢您，您送给我一个花篮就行了。哎，我送你一花圈吧。嗯、哎，我不招你惹你了？你招我惹我了？啊、嗯，你说的这个啊，跟别人那个病不一样。怎么？别人有病。我呀感冒，嗯嗯啊，头疼脑热，胃口不好。大夫您瞧瞧，我最近吃东西不太好。是，这可以说。嗯，您刚才提的都是人的呀道德品质的问题、嗯、都是这样的毛病，他瞒还瞒不住，能说吗？啊，有这样的吗？大夫您给我瞧瞧。嗯，我没皮没脸。哦，我没羞没臊。哇，我还没准爸爸，您给我看看，有这样的吗？哦，你说这种病人呢、啊、他不往外说。对呀、啊、我都看不出来了。就是嘛，不用他说。嗯，这种病人从我眼头里过，我用我这个 X 光的眼睛这么一看，他就知道他有病没病，这就见其外知其内，如见其肺肝然。哦，您这是接皮断瓤啊。对，我这个眼睛就跟这个 B 超啊 CT 呀、啊、多普勒呀、啊、有这种功能。好好。嗯嗯，今儿我给他找点麻烦。这样啊，您瞧见没有啊？今天楼上楼下来了1-2000位了啊！您看看台下坐的哪位观众有这个病？哦，这我看看台下这位观众。哎，这几位都是那、哎、精神饱满哦，满面红光，是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、啊，一个有病的都没有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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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你也不敢说呀，你说谁谁不跟你玩命啊？啊，冲你这句话，我非找出一个有病的来不可。是这话？对，你就找，找完了他不上来，我把他请上来多好。是这话？那当然了，现在开始了啊，先从这边来。可以，把门都关上，也跑不了。这用不着。嗯，几位甭嘀咕，有事儿我盯着。来吧，看看了啊，看看是看啊，啊，拿眼睛一扫而过，嗯，不能死盯那位，一盯那位站起来了，哎，我有病是怎么着？你就这么一扫而过，来来，哎，这瞧瞧，看，哎呀，我这病人在哪儿了？哎，这病人在哪儿？哎，还真有一个，谁、哎？你？哎，我就知道你说我呀，怎么？你说谁？谁不跟你玩命？你就有病啊？我有病？对。你什么洋味儿啊？甭提别的啊，今天这早点2套煎饼果子，1碗馄饨，还俩烧饼，你听这饭量，
吃的多呀，多新鲜，对了，病圆了。你这叫没心没肺，没囊没气，没皮没脸，没日子吃了。我这叫坏怎么着？吃一天少一天，吃一时少一时，吃一会儿少一会儿。八号站，现在你脑袋可就缩小了。哪位带着皮尺来给我量量？是。我有机会啊，到我医院给你做个全面检查。不啊，拜拜。哎，别别，哎，先生，怎么样？啊，哪天干嘛？啊，就今儿个吧。在哪瞧啊？就这儿瞧，在这儿不能看。怎么了？这是公共娱乐场所，当着这么些人，你得这病都见不人的病，都是人的劣根性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呀、啊、咬着后槽牙不承认，让人一看。哎，是你不说实话，是我没能耐。干脆啊，您说对了，我一准承认，是吗？那当然了。好嘞，在这儿看看，我看看。您请坐，爸爸你坐。您是大夫啊？你是病人，我这就病了。好，我给你针墨。哎，我号脉啊。哎，我这啊，这个，嗯。走了走，别别。啊，讨厌了，讨厌！啊，我你怎么回事？你啊，你这干嘛？我给他号脉。你号脉？你这我手指头往这一拍，好家伙，跟冰棍一样，冰十八两，我受得了吗？嗯、啊，什么号脉啊？号脉在这儿啊！你说这儿多新鲜？纵观指左右六部末。通着的心肝脾胃肾你都知道，这是中医内科。你这呢？特别科。特别科这脉猫脑袋，到他这脉门都搬家了。来，甭拍，保守。哎，这先换了。买西瓜怎么着？买西瓜吧，敲诊。敲诊了还？咳嗽一声，要死。你才要死！怎么没底气了？怎么了？大点声啊！早说呀！嘿，哎呀！你这病可不轻啊！没病让你下病了，大夫，我什么病啊？还没看出来了，你瞧这进肺的，看看仔细瞧瞧，嗯，嗯，你这个病有点气上所得，什么您呢？有点气上所得，我算服您了。怎么说的太对了、哦？我这人爱生气，一瞧大人欺负小孩，我这气顶脑门子，一定就管这闲事儿，以强凌弱，那个不行，好打吧不行，瞧这倒霉德行。怎么了？那是君子人所得之气，你这小人呢、啊？你这个气，这泄气之气，泄气之气啊！你有点气人有，气人有。人家有钱你生气，人家有钱买车了、买房了，哎呀，你这心里头哟，这个不平衡啊！哎呀，他怎么会买车了呢？我给他上庙里烧香去。他买车，我烧什么香啊？求着点，求着点，快出车祸！你瞧我这人性，这毛病有没有？咱提点别。不，我问你有没有？啊？您怎么？你这不说实话，我不干了。别，我跟你说不。啊？有点不成了吧？提点什么你？要勾出来了。还有什么？笑人无。呵，人家没钱，你还笑话人家，还得净光棍，怕财主。对魂汤下臭物，乱社会拜风俗，缺功德少功礼，敲竹杠拍马屁，扯疯狗咬傻子，长出街短出掐，又种骨头又卖饭，锅里吃锅里拉，一把勺坏锅软的七硬的怕，捧臭脚抱粗腿，敲锣边站钢沿，说大话使小钱，驾驶里推牛腿，不顺南不顺北，一片舌两片嘴，翻过来掉过去，得片卖官泄风使船，
隐恶扬善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破坏公义，恬不知耻，深密心实，拉硬橛子使，口是心非，见钱眼开，食金财黑，六亲不认，吃里扒外，笑里藏刀，赊借如白捡，还账认，丧气受冤，不受性任，假不认真，朋友当冤家，翻脸不认人。你还有点拍打呵护下，坑崩拐骗蒙，粗细短见狠，霸道厉害坏，尖角虚滑，阴度损坏，偷抓抢拿，胡巴蹬腿，狼心狗肺，鼠肚鸡肠。整脸撒谎，你实在不是东西，这病都叫我得了。哎，这是你的病源，你的病犯了字眼了。什么字眼啊？你的病犯拐印墙，贩卖假钞，拐带妇女，印制假钞啊，抢劫银行，这边我瞧不着了。哎，不行，您给我想个办法啊。哎，我有个偏方，打针香槟。哎，你去你去。